是在这里，万众瞩目睽违已久的黄色小鸭，为了我们爱玩客提早来到台湾啦。观众朋友啊，我只能说你们太 lucky 啦，不用等到十二月就能先睹为快黄色小鸭的风采。我想要飞向全世界，没有太阳用光亮的心脏照亮另一半黑暗，只要你我在我们的房子迎接小鸭那个 party， 那个鸡肉香味非常非常浓，很辣很辣。星期四晚上十点，欢迎收看《爱玩咖》，整装预备。注意，对，这样的，混。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我告诉你班长，这个地方是基隆的。啊，我变原住民了。下，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来这边的任务是什么啊？吹遍基隆，怎么没声音？混，回答不会交报告啊？是班长，吃遍基隆，怎么没声音？报告！站好！乱七八糟，听不见你们。这次我们可是特别企划，提早邀请了享誉国际的黄色小鸭来到基隆港，所以在看完黄色小鸭之外，要教导大家如何找到我们的哈来的超宝贝师。找得住，班长。报告那个班长，黄色小鸭在哪里等啊？下了，在那边。好，哇，好大哦！哇，哇，哇！你哪个单位的？啊，我，你哪个单位？没有你的信，出去！好大的鸭，好可爱哦！班长，真早，还有什么话要讲？为了迎接十二月份黄色小鸭来到基隆港，我们特别来做一个迎接小鸭的一个 party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提前来做准备，让大家能够了解基隆的行阿来超饱美食。到时候除了来看小鸭之外，还可以吃到所有的美食。你们说对不对？烂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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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，追，追，上打拉头发就好了。不要，追。喂，郭彦均，你真的是把我们爱玩咖的面子给丢大喽！费尽心思啊，居然只给我请到这只小鸭呀，害我还在前面帮你们铺这么大的梗，紧接着被你们害惨了啦！在此啊，先代表这三咖不成才的家伙跟大家 say sorry。虽然啊没能够请到真正的黄色小鸭，但还是可以先跟他们一起迎接小鸭，来个基隆行啊来超饱美食抢先预习。观众朋友啊，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准没错 ，Follow me。下段回来，基隆行阿来超饱美食带你吃透透，新鲜嗨比让你一吃就上瘾。他们的鹅啊，就跟沾珍珠一样，就像一颗钻石十五克拉一样，大颗大颗吃下去的时候，里面那个鹅啊，里面很多新鲜度是非常有。我们要教导大家，看完黄色小鸭之外，如何找到行阿来的金片美食啊！你讲错词了，班长。什么、啊？什么美食啊？是混，是混。忘词。整装预备，那会不会有啊？对吧？更多超爆笑、精彩 NG 内容，广告后千万别。